一大清早不睡觉跑来训练，主将都已经起床了，我们怎么好意思睡觉呢？1个星期后 ，Mark 会再跟我们挑战一次，这是我们学习的好机会。这个球是一定要报的，但是在此之前，道尔豪，请你把话说清楚。你留下来到底是想谈恋爱呢？ 还是要和我们一起变强？南明，走开！今天就要把话说清楚。如果主将的心意都不坚定，我们的团队又怎么会有斗志？我留下来，就是要跟你们一起变。 哎呀，这么早就过来干活了？吃早饭了吗？噔噔噔，这牛奶还是热的呢。你不是在请假吗？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昨天啊，校长来看望我，让我想起你们来了。又从石硕那儿听说，崔静队伍里发生了很多有意思的事儿，你觉得我能憋得住吗？必须过来看看你们好不好？你去看其他人吧。站住！ 让你走了，你们二军现在很厉害啊，无法无天了，是不是？还把不把一军的师哥放在眼里啊？这剑还没擦干净是吧？这击剑不行啊，打杂的活还要偷懒。妈不给我，给我好好吃早饭啊！这命令。哎，你还是给我吧，要不然别人知道了我又得挨骂了。骂什么骂？有人骂你的话，帮你把耳朵捂上。 有人要罚你的话，跟你一块受罚。你这完全就是在害我嘛！我上辈子……你姐的伤怎么样了？我姐，我妈说她只是受了点皮外伤，没什么大事儿。哎，对了，李虎说你还帮了他大忙啊！哎，我跟你说，李虎这个人，他的情商，他爱情的情商简直就为零，你知道吗？ 我觉得，如果有个女的在他面前宽衣解带，他还会对别人说：“嗯，这是你的外套，你要穿好，不要着凉哦。”我跟你说，幸亏有你的强烈助攻，要不然李虎这缺心眼，天天就知道帮人做嫁衣。反正呢，我就只能帮他到这儿了。他如果再不觉醒啊，就唱一辈子的单身情歌吧，他。 你可救救我吧！我难道就要这样孤独终老了吗？啊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哎，给我过来！哎，你在干什么呀，阿虎？啊，子辰？嗯，你怎么来了？来给你送围巾啊！你看你穿的这么少，也不怕感冒进医院呢。
适合你哦。那个，你今天不是在考试吗？嗯，昨天就考完了，然后今天没课，趁机过来看看你。哦，对了，我听说啊，你们学校的饭特别的清淡。等会儿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怎么了？光知道给我戴围巾，自己穿的那么少，要是感冒了可怎么办？哎，你饿了吧？快快坐下来吃饭。把汤给我，还有这个。嗯。哇，这么漂亮的鸡排啊！哇塞，这是青菜，豌豆。来，喝口汤，给你补补钙。好喝吗？好喝。你看右手边，我真的好幸福啊！我还不知应该叫他什么。来，快快喝汤。忽然间叮咚叮咚大雨下，淋湿了天真少年的发，奔跑在宁小路上。你也真是的，你平时那么忙还要考试，哪有时间给我织围巾？